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这里是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迷你世界的两种烟花，非常土豪的烟花。我们来看看它的样子呀。第一个烟花名字叫做开心烟花，往天空发射，会绽放出漂亮的烟花图案。它呢是一个笑脸，一个需要50个迷你币。10个需要500个迷你币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购买10个开心烟花，来看看它游戏中的效果。然后还有一个烟花，它的名字呢不叫开心烟花，它呢是，对，这个烟花名字叫做活力烟花，它呢是发射在天空，出现一个果实的图案，需要一个呢是20个迷你币。这个烟花还比较良心一点啊，比较便宜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如果你没有皮肤的话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哦，我天天都在抽我的小伙伴送永久皮肤，记得不要错过啦。现在呢，我潜入到了水底，我们现在发射这个开心烟花，看看它这个笑脸到底美不美，毕竟一个50个迷你币啊，真贵。看样子呢，这个笑脸还算是挺不错的，笑得真的开心呀。不过它也是真的贵。我们现在呢来试试这个活力烟花，哇，好有活力的感觉。